Reina.这个好棒哦，这是啊，这是秀场邀请函，是蕾丝哎，等等，哇 ，Curry， 他们有 Curry，and just one，and which is the spiciest curry you have here？Thai green curry, perfect. Too much fuming. Everyone needs to read right now. Everyone needs to read.早上好，现在是伦敦时间16号的早上10点，然后我现在在 get ready。今天下午5点是 Burberry 在伦敦时装周关于2020年春夏的时装秀，啊，非常紧张的一天，开始。这是我今天用的眼影，然后我是一个很少画眼影的人，估计这个眼影可能是我一年里面不超过3回的吧。But I like it. 就是上一季我是第一次看到 Burberry 提出这个 girl lady boy gentleman 的概念，然后当时在秀场其实印象非常深刻，然后觉得这个概念非常好，然后也看到很多适合不同年龄不同 style 的人的衣服，然后觉得我觉得还是作为大品牌彰显了非常强大的包容性。你知道我里面什么都没穿啊。I wake up like this, then I have a cup of coffee. Let's start the day. Okay. 好看。现在我的妆发已经完成了。我想先来说每一次来，伦敦时装周看 Burberry 的秀，然后他们在房间里给每个客人准备的花都是非常美丽的，所以我今天得到的是 English Roses。 然后我今天穿的呢，这是我的第一个 look， 我一会儿要接拍的。那 Burberry 一共给了我2个接拍的任务，这是第一个，需要我表现出 Lady。 这件风衣我真的是很爱，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吗，它是背后有一块怎么说毛毯拼接，然后我很喜欢里面这一条真丝的短裤 Chinese Cindy Crawford。 太蠢了。 So 这是我的第二个 look， 第二个 look 呢是 girl， 所以我用 Burberry 给到我的从AW19 的 collection 里面选出来的这条裙子，然后黑色的 logo 的 T-shirt， 然后还有运动鞋和包包，混搭成了这一个 girl look。 Let's go。
在十多岁的时候吧，伦敦应该是我的 dream city， 因为我小时候是听着摇滚乐长大的，然后十多岁的时候也是朋克女孩。OK。那个，马上十万火急要出发去现场了，但是临时发现我们头发松了，所以我现在借了唐火火的发型师帮我临时绑一下头发。天哪！越急的时候越状况烦呀。您说的多，好嘞。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谢谢火火。祝你能回来。今天我穿的这一身来自于 Burberry 啊，一九早秋，你都看到了，反正全身都是 Burberry， 然后这双足球袜是我自己的，其他的包括耳环，然后手镯都是 Burberry 的，这个忘记摘了。OK， 放个多少黑 ？That's 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Right. Yeah. Cheers.Thank you. 我们现在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因为全程大堵车，换成离开后面，然后我们所有车上的客人全部都下车，打算走到售楼。不只是我，你看前面。小心，小心，小心。从 Burberry 的秀场出来啦，然后这集的秀依旧非常好看。我看秀之前看到这个蕾丝的邀请函，就在想，难道这一季是跟蕾丝有关吗？果然，在秀的结束的部分出现了非常多的 look， 都是有很多蕾丝面料，然后设计的又时髦又仙，真的是非常好看。然后还看到了很久都没有见过的英国超模 Agnes Dean。我觉得 Agnes Dean 的出现还是挺 surprising 的。看文的，看文的，看文的，看文的。拜拜。